閉ざせ、ムルシエラゴ。这期视频我真的想吐槽一下静灵亭工作室的小屋，说实话这作品的价格对标它的做工是完全不匹配的。岩石的处理虽说是比上一款牛头一户好，层次会更多一些，但是质感真的很塑料。旁边的沙粒特效件有点意象式的表达，质感也真的一般。周围的透明特效件磁吸真的很不牢固，掉出来非常多次了。上一款牛头一户的特效件也是有卡位不牢的情况，颜色方面的运用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光泽度和通透感真不算好。手上的雷霆之枪就离谱了，表面很粗糙，打磨完全没有到位，然后一大根钢管杵在里面，真的很影响观感。说的有夜光效果也不懂怎么搞，小腿大腿处的毛发表现的怎么说，有点像是一层毛裤，给我有些奇怪的感觉。腰部的毛发还是不错的，看着比腿部的要舒服多了。手臂处和身体部位属于正常，我就不多赘述了。头标方面的还原度还是不错的，但总感觉目光有些问题，头发还有些地方糊了。翅膀真的是一塌糊涂，想做出那些毛细血管的感觉，但是像是落了一层灰在上面，实在是太尴尬了。说实话，这体作品的价格和做工是完全不对等的，我只能说太拉垮。这么大的一个比例，人物细节的方面也是一顿丢失。透明件的打磨，地台岩石整体的质感都完全不属于这个价格应该出现的问题。预定这款小屋的时候还觉得做工方面应该会有进步，没想到给我一个大大的打击。不想多说了，纯纯小韭菜。